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小编。那这个礼拜即将推出的第二个纹样，就是帕格里奥这个纹样呢，目前官方已经在粉丝团上面有透露这样子的消息。那相较于伊娃纹样呢，伊娃纹样是属于药水恢复的这个纹样，那帕格里奥这个纹样呢，它是属于增加攻击力的纹样。那它增加的能力呢，包括你的负重奖励、暴击率加成、远近距离的伤害命中，还有魔攻。那随着阶级的提升，这些能力都会持续的增加。当你达到30级之后，还可以额外去解锁它的绝对属性。那三个属性包括 PVP 的额外攻击伤害加3、无视伤害减免加5，还有 HP 吸收。那相信这三个属性对于氪长玩家来说都是非常非常想要的。那小编这边呢，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如何来看待帕格里奥的属性。其实，在之前推出伊娃纹样的时候，小编就有跟大家说过，其实我并没有把祝福点数投资在伊娃上。那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每个人的玩法不一样。那小编的话呢，基本上我的时间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挂机居多，那偶尔会打架，但是相对来说时间比较少。那再加上我是采用分身流的一个玩法，所以相对来说我会在比较稳定的地方去挂机。那这种情况下，基本上我耗水的需求是比较低的，相对来说对于攻击力反而是我比较需要的。在上一次纹样推出的时候，我把纹样点数全部存下来，一直到现在再去做使用。那帕格里奥纹样因为是增加伤害跟命中的关系，以至于说它会增加攻击的效益，所以对于像我这样子的玩家来说，投资帕格里奥纹样会比投资伊娃纹样还来得划算。如果你是小氪或者是无氪玩家的话，对于伊娃点数的取得会比较精打细算。我自己的建议是，如果你是跟我一样的玩家，那么就以攻击为主吧。如果你的玩法是比较综合性的话，譬如说你可能会常上高等区域练功，或者是常打架，偶尔有一些时间去练功的话呢，那么小编就建议你两个属性都要去点。当然还是要跟大家预告的是，纹样系统后面还有两个，第一个是增加防御力的，就是土纹样，另外还有一个是沙哈纹样，那是增加经验值奖励还有减少叶子消耗的。那这两个部分大家可以先去做一些思考。以实用性来说，最主要的还是在伊娃跟即将推出的这个帕格里奥纹样。最后附上帕格里奥纹样的能力给大家参考。那这段影片呢，也跟大家介绍到这边。如果喜欢小编的影片，记得在影片的右下角按下订阅或者是铃铛，并且分享给你的朋友。那我们下次影片再见咯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拜拜。